派呢選咧就係好高度推薦咧張馬年呢一個節目，因為咧佢拍得咧個景靚啦，同埋咧講嘅説話咧言之有物啦。因為咧佢將500年前咧馬丁路德所發生嘅事情咧就應用喺今時今日嘅社會，咁我覺得咧呢一種咁樣嘅對比、咁樣嘅比較同埋咧應用咧係非常之係難得嘅。咁五張馬利德國馬丁路德之旅